解说，哦，是啊，解说这个字比较好。他每次解说会准备行头。妹妹，好多核桃啊！哎呦，你这那个金刚袋怎么那么？还有的，对，他，你如果被大金刚追，你也吓死了。我吓死了。爸爸跟他说：“拜托你，我只是要你的食物，我没有要干嘛，你把放下来就好。”假发的，他也有拿。对啊，你看底下个一走起来嘛是足紧的。对啊，对，现在吃底下个，嗯。野狗其实没有什么，他只是觉得说他还没有整理完呐、啊。对。应该是好吃的被他吃的差不多了。对啊，因为核桃最明显了。对。可是他那个。他可能瓜子，他觉得还要处理，他才会去追。这样看着比较仔细。嗯。他不赶快、啊。你没看到他？他前天在赶哥哥。他也是在找机会啦，因为你。要硬抢，另外他也不是省油的灯呢，也该拼呢。拢提出来啊，无啊，这样。对呀。另外，伊个哥哥是哦，钱。啊，就无物件。无啊，无啊，拿起来当帽子啊，好了。应该无啊，啊咯，提起来算，啊看下找看有油啊。那伊拢无食着啊？我躺个算得啊，无要紧。这两个比那个小巴女日本小巴女帅，我认为这个真的是太偏心的说法。他在玩呢、啊，他小巴女也不敢去抢弟弟的。掉，滑下去，快点。
这颗出来。然后会不会出来大就是因为泰山里面就是一直供在所有。哎，山上。啊。哎。这个多。它每一只都有名字哦。就那一只呗。帅哦！对对对，好可爱！好可爱！他叫迪亚哥，嗯，啊，他的站起来这一只是林哥，啊，我还压哥哥哎，哥哥叫做贾巴里，贾巴里，嗯，啊。跟哥哥玩呢，两只妈妈蛋就对，对，那个是哥哥的妈妈。哎呀，对，来跟爸爸撒娇哎，啊！Oh my god！ 这个弟弟很会跟爸爸撒娇。他跟爸爸撒娇。